大家好，我是纽西兰吃喝玩乐的 Vincent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，这个蛮值得去的地方叫 Pohoi Cafe， 位于奥克兰大概北边，离70多公里左右，开车大约50分钟。这个牌子呢，在各大超级市场都买得到。它出了许多种口味的牛奶，很有名的是巧克力，还有 caramel 焦糖口味的。整个地方呢，非常适合家庭去，有庭院啊，有 playground 啊，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这里的冰品真的是非常好，它有那个蜂蜜冰淇淋，真的是蛮值得去品尝的。那还有看看它周围的环境，还有它有卖一些当地的蜂蜜。那它传统的几个特产，譬如说这个传统的起司蛋糕，非常值得大家去试一试。那既然来到这里，那它的牛奶就必须要买一罐来试一试，又是起司蛋糕，必须要试的。那接着我们看到它这个冰柜，就冰它制好的起司，那大概原本的状态是这样子。它得了很多奖，那2019啊2018还有其他的奖状我就没有拍了。那这里很多它所谓叫 platter， cheese platter， 有很多种类的 cheese 放在一起，然后也有素食的拼盘。那我叫了一个叫 panini 的的 brunch， 非常的好吃。那 Lucas 也觉得东西不错吃。那这里呢有很多 cheese 是可以试吃的，可以感受一下，得了很多奖，在他的网站上面那也做了注明了，可以看一下。那接着就是 Lucas 的画作了。那接着我帮大家也拍了一些他的餐牌啊，你们可以研究一下，到时候去你们想吃什么，大概心里有个价位的概念。那有的需要查一下英文的朋友呢，可以查一下。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，那你们大家就研究看看。接着呢，猜猜这里是哪里？猜到的话有奖品哦，谢谢大家。